新西兰，这个绿色纯美的国家被称为白云之乡。无数的我们怀着梦想来到这里，每天我们穿梭在这个城市奥克兰，我们为这个城市留下了爱与悲伤，欢乐与惆怅。许多人认为出国等于享福，更有许多人认为出国就能走上成功之路，但有谁能真正懂得我们所付出的辛苦以及背后的辛酸。在每一个人变得成功之前，我们都是一个人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人，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我们发现自己在真实的成长着。 Theo 是我的室友，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3年前他来到奥克兰，和很多人一样，为了绿卡一直奋斗着。现在让我们走进他的生活。赵琳，我今天有些事要跟你谈一谈。你打算这周什么时候把房租补给我？我告诉你，我受够了。你想个解决方法来，我压力很大，我吃不消了。你大概问我垫多少？你看一下啊，我每周都有记录的啊，从上个月的11号到现在，正好是一个月，我把我自己的房租交了，还帮你补贴了一个月的，你的那一份是1000多刀。你看怎么办吧。我不管这周你是问你父母借也好，问你周围朋友借也好，你要把这钱补给我，你看着办吧。你说话呀，你每次都不说话。实在抱歉。抱歉有什么用，你要想解决方法呀。我知道你压力大，我压力比你还大，我是留学生，我又要学习，学费又那么高，我还要顾及生活费，你还有工作呢，你的工资呢，你的薪水呢，你没有储蓄吗？我真的很后悔当时跟你合租在一起，看你很老实，本来以为你很踏实，没想到你这个样子。我跟你说任浩林，你要给我一个解决方法，否则不要怪我。我想过了，如果说你这周不把房租的事解决掉，要不然就是你搬走，要不然就是我搬走，你想吧，你说吧。Asian. You know, do us a favor, either get under the car or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you fucking immigrant. Hey, your apartment rent has been due for a long time, man. It's been almost 6 weeks now. When are you going to pay up? Yes, I will pay as soon as possible.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Yes, sir. Because, you know, we don't want any kind of trouble, you know. Yeah. So we have to make it fast. Yeah. Okay? Yeah. So how is everything else? All good? Yeah, I'm good. Right? Yeah. Okay. Have a good one. Yeah, thank you. See you around.
Theo 经常用我的 Facebook 去看一个女孩子的主页，她叫 Sarah。但每次我想接着问下去 ，Theo 总是立刻关掉页面，和我谈别的话题。后来我才知道 ，Theo 原来喜欢过她，但是为了生存 ，Sarah 选择去做一个舞女，而没有和 Theo 在一起。你今天回来早吗？对啊，今天下班早，所以做我炸酱面让你尝尝。好，那谢谢啊。啊，我今天好累哦。谢谢你，我正好也饿了。要还有配菜吗？嗯。谢谢。你吃过了吗？我吃过了。嗯，那我就吃了。看上去很好吃。刚才我在楼下碰见经理了。嗯。这周房租恐怕又让你帮我先垫一下。因为我直接要办公签，所以都交中介费了，手里没有钱，实在不好意思。让林，你知道我最近手头也很紧，你能不能跟你父母或者朋友借借看呢？不好意思，你也知道我现在不太方便找父母要钱，而且我朋友基本都回国了，这边就我一个人，现在可以帮我也就你一个人了。让林，我就好奇了，你每天在上班，你的钱呢？你的工资呢？因为之前遇见事情，钱基本上都花光了，再加上我之前老板欠我两周工资，本来我想找他办工签的，谁让他找我要6000块钱，我实在没有钱了。现在让林，我跟你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不可能再帮你了，我自己也没有钱了，我自己房租都很危险了，不要说你了，我跟你说，我很严肃的警告你啊，你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个交代。还有，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找你们老板把欠你的工资给要回来。哎，你听到没有啊？啊？哎，怎么回事啊你？赵林，在干嘛呢？这是什么呀？不好意思，我哮喘。哦，是这样的，刚才我查了一下我账户余额，我的那个钱也不多了，你想办法吧。这次我真的不能帮你了，要不然我自己的房子都交不起了。我建议你把你们老板欠你两周的房租，那两周的工钱给要回来，我可以陪你去要。你觉得呢？好吧，这个时间段我知道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Deluxe。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去吗？可以，他肯定在那儿。行，那走吧。室友，你也没有钱去跳推舞这行，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慢慢对他产生感情了。我之前钱基本花在他身上。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吗？你怎么这么傻呢？不知道，也不怪他，大部分都是我一厢情愿。其实他也蛮可怜的，在新西兰的大多数亚洲人，有谁能真正待得长久呢？就算待下来了，又有谁能维持当初的目的？有些事在经历沧桑后才开始逐渐有感悟。其实任何人都不能给别人下一个定论，或者给他们一个结局，和他们说你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唯一能确定的是，无论你是在哪座城，无论你现在走在哪一条街，做什么工作，也许还没有辉煌的成就，但是努力着，就意味着继续，意味着希望。奥克兰，有的时候并不只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座城的名字，而已经变成我们为青春奋斗的目标，我们梦想的代名词。